询时间，你闭嘴。两个女人激烈舌战，国民党立委郑丽文杠上民进党立委周春米，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浓浓火药味。感人，意识人员，我们就是要保护意识人员的救命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们不是在保护意识人员的救命，你们是在滥用意识人员的救命。你不用在那边恼羞成怒啦，没有恼羞，也不用在那边替民进党转移焦点啦。给那里告家来了啦，没有任何法定程序，没有任何科学报告，没有任何查厂标示，就要马上硬要我们吞来猪，吞不下去，抱歉，吞不下去啦。你一句我一句，越蹭越凶。周春米还多次拍桌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一共拍桌五次，企图打断郑丽文。冲突点来自郑丽文质疑立法院议事不中立，谁要跟你们打架？所以民进党就是摆明要来打架就对了啦！你个退硬拗去切卡撑，敢没看见？恁比迄间内脏搁较臭了，是谁嫌内脏臭？民进党，你们这些违反议事中立、滥用国家权力，你们才是真的臭！一口气都没喘一下，国民党女战神郑丽文重提上会期临时会，为了行使监察院长陈菊的同意权，立院不惜出动百位保警护送，痛批投票过程有瑕疵。看到人身攻击的话，我们当然也一定要有所反应。这是我质询的期间啊，我又没有骂他，他还要跑出来。郑丽文一对二句句戳中要害 ，KO 绿营立委。记者沈文倩、林秀仪台北报道。蔡政府关中天，言论自由已死，新闻自由已死。请立刻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。